大家晚上好，今晚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的节目，今天是4月3号，那我们还是在收看菩提树洞大长老的故事。今天是第6节了，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呢。每一天呢，大家要谨慎精进修行，因为生而为人是一件颇难的事，很难很难拿到这个肉身。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修行证悟内在的佛法所以呢，趁这个时间呢，非常时期来共修诵准法轮经、听法打坐是对了。尤其是这段时间呢，我们有跟泰国法僧寺那边一起在晚上呢，等一下泰国是7点半时间呢是共同静坐静坐抗议，所以有一点点时间呢，大概9分钟，我们先听一点点佛法啊。听得清楚吗？大家听得清楚，应该清楚啊。OK。新手上是上网啊，不好意思，先full screen 先啊。我们因为今晚泰国吉林市这边下雨的，可能网络的讯号不大好啊。昨晚我们有谈到说呢，菩提树洞大长老所用的钵，差不多50公分宽，75公分长，用芒果干做成的长老还说呢，古代的隐士还是一样用这么大的芒果干，所以菩提树洞大长老活得很久哦。从芒果干这么大颗，不是粒，到现在芒果干已经缩小成小拇指尖了。小拇指。我们还谈到说呢，假如哪一天呢，每天菩提树洞大长老都会出门，外出呢去化缘回来，来供养给跟他修行的每位法师。假如哪一天托钵回来的食物呢，有一点辣，有点辣味，就是从缅甸来；假如有一点味道比较清淡一点，是从中国来的食物；假如比较油腻一点，是从印度来的食物。还有谈到，在人10岁的时候，是用长木呢来采取小茄子吃的，就比喻左边比喻是假设左边是长老菩提树洞大长老的身高，那中间的这位男生呢是现代人的身高，那唯比丘就说他站起来，他的高度是跟菩提树洞大长老的高度差不多，长老的肚脐而已。未来人寿命10岁可能跟现代人的高度比哦，只是膝盖而已。听得清楚吗？我看一下，网络真的不是很好啊，今晚。我选一个频道，错。OK 哈，看到了。还有讲说呢，长老寿命很长，每一年呢都会把一粒沙子放进羊皮袋。那中国比丘想要知道，长老的年龄是多高呢？
然后长老几岁？长老就拿这个羊皮带给他数，他就倒出来数，数到眼花了，睡着了，还没数完，所以还不知道长老几岁。长老讲说呢，入涅槃不难，佛陀入灭后，少有人知道方法。方法即是在身体中央点，维持清净心、中庸心，不排斥、不欢喜。这是菩提树洞大长老的教导。这就跟帕蒙坤天母尼祖师的教导一样的方法。身体中央点，祖师就谈到每一个定点，从鼻孔到内眼角，到脑部中心点，直到第七点从肚脐提高两根手指的距离，叫做身体中央的第七点，或者简称为身体中央点。方法是静止，是成功之本，就是把心静止下来，不用做什么就可以证得涅槃。那有人可能好奇说，那我要直接把心放在身体中央点呢，第七点肚子的中心点，还是放在鼻尖，还是哪里？答案是哪里舒服就先放哪里，习惯哪里就先放哪里。可能是远身，可能是近身，可能是身中。身中是指身体中央点，近身呢就是围绕你身体，你习惯哪里，可能看电脑久啊，就是电脑荧幕的这个距离，或者远身呢，可能想出门啦，被隔离在家啦，非常时期就想要出门了，到海边玩玩呢，可能心在海边也可以打坐，就意念海边，把心放在那边可以，这叫做舒服点。我们还谈到说呢，为什么人假如身体中央点是进入涅槃的地方，那为什么有一些人打坐很久都没有证得呢？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呢，是不认识身体中央点，但有自己的惯用方法就一定放在这边，永远在这边，就习惯嘛。第二种人呢，不认识身体中央点，也没有自己的惯用方法，当心指定下来他就自动回归身体中央点。就如同小朋友我们也教了不少小朋友，他不认识身体中央点，心平静下来，肚子就亮了。第三种人呢，就像各位认识了身体中央点，当心平静下来，就可以回归身体中央点对吗？我们昨天就谈到这里，几点了？因为还有两分钟。静坐抗议有人就好奇呢，龙屁问龙屁呢，有听众观众呢问龙屁说，龙屁法师十岁看到你说呢，人十岁的时候人要用长木呢来采取小茄子吃，高度就是人的膝盖而已，现代人的膝盖。他就问说，人寿命十岁，十是怎样想听答案吗？人十岁时情况是怎样？答案在打坐完后。先打坐就时间到了，差不多了，这个时间我们就先跟全球大众同步静坐抗议好吗？先打坐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祸中也有福，障碍中也有机会，透过修行静坐，对世界现况
和不正常的生活感到心烦的这颗心也能体会到快乐，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眼睛微张，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让自己感到舒服，没有任何部位绷紧，放松全身的肌肉，整个身体从脸部、头部、颈部、肩膀，直到手指尖，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双腿直到脚趾头，全身舒畅，保持内心的清爽、开朗、清净、透明，没有担忧什么，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放下万缘，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现在是和平的时刻，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方法很简单，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把心轻松地安放，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或哪里舒服就放在哪里，让心轻松舒服地安住在身体中央点，如同羽毛慢慢地飘落水面上，不让水面产生波纹，让自己连续的感觉心
已回归体内，轻松地安住在体内了。我们可以轻松地意念自己熟悉的画面，比如太阳、月亮或天上的星星。内心只有那个画面，心才不会回去想，去担心其他东西。轻松舒服地维持在那个画面。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就重新开始，或者意念了，却回去想别事，我们就简单舒舒服服地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地默念什么阿拉恒，สัมมาอรหังสัมมาอรหังสัมมา是正是善的意思，อรหัง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萨玛阿拉行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让心正得人人可得的最清净境地。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行，萨玛阿拉行，萨玛阿拉行，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中央点慢慢地散发出去，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我们会神奇地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止定。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每天继续做，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如同吸气、吐气一样，不用动脑也能呼吸。
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让心清净透明，清净透明的这颗心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清净的心将让我们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事。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全世界各地静坐所产生的清净气息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维持宁静在清净中。它在我们体内慢慢地产生，默念萨玛阿拉汉，萨玛阿拉汉，萨玛阿拉汉。当我们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轻轻的意念，此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慢慢地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再从我们身体扩大覆盖到家人、邻居和全球人类。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传送给他们，把充满着爱和关心传递给每个人。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大苦化为小苦，小苦就能脱离痛苦，
少乐变成大乐，已经很快乐的人就更快乐。想象我们正在把善意传递给全国人民，邻国、各国各地，无边无际的地方，让全球人类身心快乐，互相同情了解，无担忧，无压力，无烦闷和一切疾病，让此清净的能量回向给历代祖先、父母、亲戚朋友，不管已经往生还是活着的人，都愿他们快乐。具有心力，脱离痛苦、灾难、疾病、一切障碍，一切众生也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痛苦、灾难。愿此清净的能量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净化人类、众生和世界不清净的六界，如同我们正在净化这颗地球，让它透明如水晶或钻石，只剩下清净，脱离一切污垢，无论外在的新冠病毒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嗔痴烦恼病毒，使人类互相误解、冲突、杀害、打仗等等，让世界转换进入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覆盖、传送、保护世界，使世界超脱不清净的一切。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ภล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ระคั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รร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
สัพพสังข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เตสุชิตาเจียจิงชั่วขั้งอีเตกงเตอสุชิกงเตอสาธุชั่ววันอยู่กวนจงเนี่ยเว้นหลวงพี่เว้ยสมัยหลวงพี่ฟังเตอเกลือซื้อยงหนีหยีขาทงหนีหยีหลวงพี่就说哦只是卡通而已南鳄鱼也有啊所以今天就播给他看一下南鳄鱼为何不放松告诉过你静坐别蹦极为何不放松告诉过你静坐别蹦极叫你静静地坐叫你静静地坐依然不该怎么样怎么样泪就动动困着睡吧无私就张开眼让自己轻松不要太过绷紧照着去做不久将来别回答了静坐没什么难的只要遵照师父的教法去做就够了恰到好处坐我占心心房中心点别心急浮躁尽量放轻松不久就会看见学会万事要记住紧盯着紧盯着心盯着现在学会万事要记住紧盯着紧盯着心盯着只要做到这一点自会如真内在发生为何不放松告诉过你静坐别梦境为何不放松告诉过你静坐别梦境叫你静静地坐叫你静静地坐依然不该怎么样怎么样男女鳄鱼都有哦对不起男鳄鱼也有那我们来继续听答案哦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应该来得及人的寿命十岁时是怎样有人问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其实也跟菩提树洞大长老的故事相关的因为十岁人可以活寿命可以变得这么少啊十岁那相反的人可以活到万岁对吗逻辑上来看哦就是从准轮圣王狮子吼经啊长阿含呢来的这部经就提到呢准轮圣王准轮圣王就拥有七宝呢马宝左边马宝象宝珠宝轮宝珠长城宝还有珠冰城宝还有女宝叫做七宝那准轮圣王职责啊这部经提到呢每一位准轮圣王呢统治四周的准轮圣王会恭敬法保护好人然后降服坏人打压坏人布施爱布施向修行人询问法呢在这里的法是指善恶的分辨怎么样分辨除恶增善的方法这是国王要问出家人的事哦这部经还提到说呢有十个时代的准轮圣王就是爸爸当了准轮圣王出家儿子来接棒
就是这样，十个时代，直到第十一时代呢，儿子啊，王子不能当周伦圣王，原因是为了什么呢？来听听看。国王获得伦宝，左上方这边呢，再来当周伦圣王。当了周伦圣王后，他会请呢伦宝呢，去挂在门城门上。后来伦宝移位，就是在城门那边移动一点点呢，周伦圣王都知道他一定出家了，时间到了，他快死了，就好像说老了的提醒啊，他就舍王位出家啊。下面太子就续位，那太子的续位，因为太子的福报不够嘛，七天内啊，伦宝就消失了，从城门那边不见掉。当伦宝消失啊，新的国王就伤心了，就去向王仙，就是他的父亲询问。父亲就会告诉他呢，哦，你要行伦王职责，刚才所讲的这个伦王职责啊，就情况就是这样啊，轮流到第十王，第十位准伦圣王获得了伦宝啊，当了准伦圣王，伦宝一位啊，我老了就舍王位出家，太子续位就是第十一位了嘛，七天内伦宝消失啊。但是问题在这边了，新的国王呢不问王仙有关伦王的职责，他就不行伦王职责，就开始衰退了，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管理国家。国王不布施，老百姓贫穷，有人就开始当小偷了。国王给因为你偷嘛，你没钱啊，我给补助金，结果小偷 越来越多国王判死刑啊，太多了就判死刑，小偷就变成贼呀 处处有抢杀案当处处有抢杀案呢，处处就有打妄语，人的寿命呢从八万岁就剩四万岁，你看哦，准伦圣王的时代人是八万岁啊，这部经提到妄语就更强烈，人的寿命就减少到四万岁啊，从四万岁剩两万岁，人有两舌，寿命就剩一万岁啊，开始丑美之分了，哦，长相不一样了，就有人有邪淫啊，因为我的太太不美，你太太比较美，就邪淫了，就有邪淫啊，寿命就更减少到五千岁，处处有恶口跟绮语呢，寿命更减少剩两千岁，处处有贪嗔呢，寿命就剩一千岁，那下面处处有邪见呢，寿命就剩五百岁，这个好玩了，当注意看这里哦，寿命剩五百岁，三恶法增上，三恶法是指呢非法欲，就不想听法了，不爱听法，非理贪，就是没有道理的贪呐、就是想要的不是太多，就是无尽的需求啊，邪见法，他的没有正见了。寿命就剩250岁处处不敬父母长辈和出家人呢，寿命就剩100岁，直到寿命剩10岁，这个时代就是刚才所问的问题啊，10岁来了，人寿啊10岁时，这部经提到童女就是小女孩啊，5岁而婚嫁，十善业皆消失，就是行善的方法有十个方法，有空再谈哦。十不善业广布，就不行善了，就做相反的，造作恶业，不敬母不敬父，不尊敬沙门婆罗门，不恭敬
赞美同族的耆宿，就是有道德的老前辈耆宿。因为母亲或姨母呢，或舅母，或老师之妻啊，或上司之妻，职称皆无，没有了，没有尊敬了，没有恭敬，谁是谁了？如同羊、鸟、犬一般，世间混乱，众生将互生起激烈伤害之心，强烈的嗔恚啊，强烈的恶意，强烈的杀意。哦，杀生啊，犹如猎户，就是爱打猎的人哦，看见群鹿升起激烈的害心，激烈的嗔恚，激烈的恶意，激烈的杀意，哦，恐怖哦，看到其他人就以为是鹿了。然后这个时代来了，巴利语叫 Mika Sanyi 啊，七日间生刀杖之劫，他们互相领受鹿享，这个叫 Mika Sanyi。 Mika 就是鹿，然后 Sanyi 就是享，认为其他人都是鹿可以吃，各自手持利刀而出现，互相剥夺对方的生命，说这是鹿，这是鹿，就吃别人了，杀害，就是人寿命到十岁的时候，所以呢，在大家就会发现呢，当人造作恶业啊，不行法，不听法，不打坐，不诵经啊，人不行善呢，人的寿命会慢慢的减少。当烦恼四圣道德就减少，人的寿命就减少，跟着减少到十岁。今晚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那所以今天补充解释人十岁的时代今天是还没谈完菩提树洞大长老的故事，明天再谈。祝福各位今天共修诵转法轮经听法打坐静坐抗议的大功德，祝福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财源滚滚，修行进步，证入法身。晚安。Upasika yoja awe.
Bye.
ทารักทะสัมปัตติโตมาวิคัจฉันตุกัมมัสสกาทังยาวะภวคคาจาตัทโทยาวะอวิจิตโตสมันตาเสียใจ